查了，我就关心那几个问题啊，就是哪个银行给我放款啊，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啊。你让他等一下，要不你把他电话发过来吧，我都忘记哪个是他了。Thank you.
他炸学的结尾的冰方面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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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鱼，你觉得炸结尾冰的香才才上错上，给不炸结尾烟花绝对能得行。放这个先炒个一会儿。炒吧，等一下。啊，不炸啊，那么能嘞，你相信能嘞？你们不至于上希望晓得吧？你是个炸。我炒这啥子烟花？不是炸结尾烟花冰的香。哪里冰一下？人家冰，反正一定在冰了。谁家房子能冰几天？嗯，看咋整？嗯，反正有一定在，反正有一定在冰。
大不好心情买衣服裤子洗的。洗的买洗送的，买衣服买件。哎，先买那个性格和不理解啊，买起衣服裤子。那裤子我就先买了。哎，我把这边的很好的衣服，咋请那个就请那个谁了？借钱了，这还啊？哎，先借钱吧，那下子愚人节去，等么去海高腰子要把东西补回来。长沙到了快没买到，就几万块钱了，我十五块钱几万块钱，没几了，一点几了。啊，就也是目前就杨目前不是说两个人，然后目前得两个人去提了，两三个提家长，然后今天两个人等高头快，是啊，等于写了也都蛮的写。我基本上没得这些生活费，我不需写。现在应该家长要找如果这样就可以。姐姐要目前都艰苦两块，对吧啦？还得写的。五年前，五年前多少个？五年前多少个？是三百弄块钱，买酒要买高头山羊。高头山羊。哎，高头山羊，你要买高头门前嘛，张开个的，我是提的个，三百弄一块的。几打酒高头你多走嘞？一打酒，你要买高头伢个门前啊，吃胖胖了之类个嘞，肯定包一个胖些酒酒。看十八度来等，可能冻可死，冻可死也不行的。你这嘛，说点危险的，你看那些青蛙在挖的嘞，在那挖的。你去，你看那那，你基本上你。对。你的海蛤蟆，你草蛤蟆给翻了，你吃全部在里面了，睡也是在里面，里面又有玩的。小孩除了梦见很想去，其他人都不想去那个长隆玩。以前我们都去过的嘛，以前金宝他们也去过那个长隆的，他说不想去。亲，对啊，去这里还不如吃吃喝喝玩玩，休息休息。然后我爸他们都没有那个的，没有玩过的，让他们在里面休息休息挺好的，又是室内的。我们去那个，我查了一下，就是有些那最便宜的都要266，我还不如去这个贵一点的，就是这个它是324啊，因为我们这人多嘛，我就跟他经理谈，就是说他给我个优惠价，就是284，我就觉得很便宜了，而且是天河比较有名的、比较高端的，在那个九号会馆知道吗？九号行馆，里面就是可以洗澡，可以。对，但
蒸啊、汗蒸啊，什么都可以，看电视、看电影啊，玩游戏啊，然后鱼疗啊，鱼疗啊，吃那些自助的，全是都是那个，还有那些打桌球啊、乒乓球啊，就那些什么什么球的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很多很多玩的嘛，里面。你说呢？他是这样子的，他是一米二以上的，是按成人来算。全是就是全是成人价，他们没有一个一米二以下的，全是要成人价的了。那都差不多300一个人啊。嗯，差不多就284一个人。其实应该都差不多呀。然后就是可以待24小时的那种。对，可以待24小时，就是这里面吃喝玩乐，很适合老年人，就是那些小孩子玩乐，小孩子很喜欢玩乐。我知道那种，咱们去过，以前不是去过几次吗？对啊，我们以前也去过的。然后他可以。对，洗汗蒸啊，游泳啊，干蒸啊，那些就这里面的、啊。我本来我想去洗洗头的，算了，不用洗头了，就这个地方就不用洗。对，然后可以在里面吃那个吃自助的，对啊，你对啊，唱歌啊，看电影的。是啊，我知道。是啊，休息里面都有休息的地方。是啊，睡的地方。我昨天问大姨媳妇儿了，她说的不那啥了，不折腾我们去吃饭了。然后他们那个时间可紧了，搁长隆出来就去出海，因为大雨那边假期少，假期都不好凑。然后我还怕去到时候碰上，你知道吗？都认识，万一都在长隆里面，本来再大也那么大个地方，万一走到那碰上不好。那肯定能碰得到，你那个长隆也就那么大、啊，他们是在玩水，我们在玩水，肯定能碰得到。这种菜他们就一个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啦。对啊，我们一起去啊，你们一起去啊。喜欢这种场所，很适合他们。